德华作为四大天王之一，人气自然是没得说的。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，那就是刘德华与妻子这么多年真的很少秀恩爱，其他天王比如郭富城还会晒一晒妻子啊，黎明还会晒的女儿啊，但刘德华就从来没有过这样。估计很多人心里都在嘀咕，那就是刘德华怎么不秀恩爱呢？难道是不爱自己妻子吗？还真不是这样。刘德华虽然不发微博，也不会在情人节故意晒礼物什么，但是他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秀一秀恩爱，撒撒狗粮。比如之前刘德华女儿幼儿园毕业，他就亲自去参加了女儿的毕业典礼。很多人看他参加毕业典礼，都只关注他当父亲的一面，夸赞他是一位好父亲，但是却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细节，那就是当天刘德华和妻子是一起参加了女儿的毕业典礼。在参加典礼的过程中，刘德华全程陪在妻子身边，而且手一直牵着妻子的手，十指相扣，真的感觉就这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刘德华对妻子的爱了，有一种无论怎么样我们会一直在一起，而且这样大大方方展现自己和妻子的关系，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坦然的态度，让女方也会觉得安心。毕竟当年隐婚多年，如今公开，其实妻子也是会有不安的，刘德华的表现就是让妻子安心啊。所以说刘德华不但秀恩爱，而且恩爱秀的还特别甜。